偶像是有意义的，被李易峰、胡歌两位粉丝发言感动到了。我不是因为追星而失去了我自己的人生，而是我因为追星可以成为跟我的偶像同样优秀的人。我感受得出来。我最后几个问题我能感受出来。我努力，我可以一直成为你的那个。你一定是永远是。